游戏里的植物 VS 现实中的植物，这是游戏中的寒冰菇，这是现实中的寒冰菇，这是游戏中的火柴花，这是现实中的火柴花，这是游戏中的女王花，这是现实中的女王花，这是游戏中的棉小雪，这是现实中的棉小雪，这是游戏中的这师傅，这是现实中的这师傅，这是游戏中的芦笋战机，这是现实中的芦笋战机，这是游戏中的竹小龙，这是现实中的竹小龙，这是游戏中的旋转菠萝，这是现实中的旋转菠萝，这是游戏中的火葫芦，这是现实中的火葫芦，这是游戏中的仙桃，这是现实中的仙桃。看到最后的大佬扣666，我们下集再见。点赞关注评论。